大学大学观光旅游系举办观光系周系列活动，邀请中华馆长桂明国专题演讲，为馆长以打造丽陵甲观光的乐土为主题，用创意观光、丽陵、交通三个面向，甲大学大学观光参与学院将近300位师生，分享中华馆这几年来建设发展的近况，甲未来观光大馆的愿景。接近岸上的一些啊风气啊，我们看一下，拍个照，啊，体验它的壮观，它的规模，这个就达到了观光的价值。好，那我们会在岸上的会有一些模型，好，也有旅客服务中心来介绍这个绿能产业，啊，绿能的生产啊，绿能风机的运转的一些好，啊，一些功能，好像风能变成机械能，然后变成电，啊，这样的一个过程，啊，一个过程，让大家知道这个物理的原理这样子。所以这个风场本身就是一个啊，也可以跟观光结合在一起，其实产业都是可以跟观光结合在一起。魏县长在推动这个观光的这个部分，啊，不管是这个绿能观光部分，啊，或是将台化厂，啊，这个作为一个观光场域的部分，啊，我们观光旅游学系，啊，都会尽力来这个配合，啊，那我想未来我们大爱大学应该可以协助魏县长，啊，在这个风光大县，啊，这个推动上，啊，会尽力的来配合，啊，来促成。大业大学观光旅游学院强化学生多样性的专业能力，透过国内外出名的企业合作加校办企业的推动，让学生在毕业之前已经接受企业的洗礼，事先做好就业的准备。公益频道林俊明大川采访报道，关怀电台台语配音。